不爱切等于你的基地，为日本直飞关岛，是比飞来台湾差不多距离呢。九百个拢总切来去台湾，人法国切去对，法国切去上海啊，切去对了。啊，所以你爱想看卖啊吼，美国谁那要切来台湾？啊，佫切来台湾，佫一个趣味的代志。AIT 宣布讲哦，明仔开始，所谓签证暂停。哎，你若是安出来台湾，你拢暂停。伊讲因爱去机场去做海关，啊有啊，咱就用相片啊。AIT 你有看？迄字遐大字哇！你知影咱这个相片偌趣味的呢？咱去甲翕相哦，伊飞机降落，直接甲印倒来伊个头前，伊第一个印啊，就出去啊，这有奇怪无？啊！你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吗？人外国人来你这，你唔免改心扎，唔免用移民署，唔免甲地印啊，啊直接就伊个 AI 印啊，等下就出去，未奇怪吗？所以美国人 CIA 甲我讲啊，恁台湾人足无常识的，啊嘛无智慧的，我一直做给你看，啊你阁唔知影讲我伫台湾啊，我美国伫台湾啊，你袂晓看吗？这真清楚啊！啊！你拢奇怪呢？啊！你这中华民国媒体安那写？有地方有人客家问啊？喂，你移民署、你海关是安那样 ？AIT 去给你接管？伊讲为了方便。迄款理由我实想拢无呢。啊！你知影哦？美国切提来这九百几个内底，唔是每一个拢是美国人呢？伊都有权利给你登伊啦。啊！你知影因咧九百几个内底以后啊？去对了，计登刚去度，有一部分去伫台中百货公司伫逛百货公司，啊，另外一部分去台东。好，迄个时阵啊，切提来第二天啊，好，台东的迄个风景区哦，拢是美国去骑迄个脚踏车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九百几个，唔是九十个呢。所以 AIT。甘愿将伊这个 AIT 在台学院甲关起来，派人去啊！台湾人还阁唔能讲台湾就是美国的，除了讲台湾是伊的这个理由以外，我实在讲我想无理由啊。但伊中央那边竟然我都想来讲为了方便，啊，大行拢为了方便。你甲看卖啊，六月三十一啊，中华民国迄个 logo 啊，迄个军队所谓的国军啊。那无去以后啊，耶利唔知啥物话呢？无定是变作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了。所以你甲看，2014年以后，中华民国有军队无 ？No， 拢总无征兵啊啦。啊，这是当时三年前咱甲讲啊，占领区你叫我去做兵，你将我台湾人当作笑的。你甲我占领，我就要去替你做兵，去拍蒋匪啊！无迄个代志咧。坦白讲，共产党含台湾人啊，无冤无仇啊，甲咱有冤仇？无嘛？有杀台湾人哦？无啊！啥物人杀台湾啊？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啊！啊，你想讲中国国民党要将咱台湾做礼物来送予中国，伊免孝心啦！共产党若来，若真正讲拍过来，第一个。台什么人？国民党的人，真简单啊！哎，不要想呢。但是，即马我感觉讲比国民党搁较不要想的，还有一个党，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所以后摆吼，拜托你卖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你若讲民进党，伊讲哦，啊，平平台湾人呐、啊。你敢讲你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我讲的无啊，好笑嘛，我无甲冤枉嘛，敢有？无嘛。实际上吼。民进党的成立，伫1986年嘛，伊成立的时阵是啥物人做主导的？蒋经国。蒋经国做主导，无，唔是干那讲钱予伊，刷入去，搁一挂成员，搁家指定讲恁这人爱去加入民进党，这人员啊，都是落尾啊所演变的新潮流啦。所以你会感觉讲真奇怪啊！新潮流你做的工课，
奈何我台湾人所想的拢无共款，这是安怎？你知影这个新潮流的红旗枪，我昨昨日我昨有讲啊，昨日啊，民进党代表民进党去甲中国讲啊，去谈判啊。我讲这不是小可代志呢，所以我常来你讲，将来会出卖台湾的啊，绝对是台湾人啦、啊。中国国民党要甲咱出卖啊！我甲你讲，咱拢真巧，目睭金金甲看，伊也阿可较唔敢啦。第三，第三个中国伫统一的这条路线，是民进党杀台湾的时阵，速度搁较紧。但是好佳哉，咱即马有甲打刹车啦，就是咱这个组织啦。美国嘛真欢喜，台湾民政府福尔摩沙法律健康会会当伫台湾生根。生长，所以美国嘛真对咱啊真呵护，唔是干那安好，还佫真个代志哦。我不方便讲公开场所，因为这个录影吼，我不方便讲伫这个所在啊来宣布。但是我能用我生命甲各位保证一点，台湾绝对袂无去。当时台湾人绝对会当自治，我无跟各位建讲，我先讲自治。其实在1950年，联合国要签迄1951年9月7日的《旧金山合约条约》以前啊，联合国就已经做了6个结论了。台湾人无人知啊。这6个结论的第5点，就是讲要让台湾自治。台湾人甲日本真正夹起来吼，我感觉美国就错啊，因为台湾人戆牛啊，下死命做啊。全世界要找台湾人这样戆啊，真少了。但是你讲戆，但是咱好佳哉吼，咱有上帝啦。当然我唔是基督徒啦吼，我上帝就是神啦。好佳哉有神，你甲咱保庇啦。啊，若讲保庇哦，我就搁想着讲我为中国走回来发生的代志啦。你要听无？你袂无？啊，袂人牙齿，我看咩啊？哦，好啦。哎、欸，歹势，民进，台湾民政府啊，无标过来吼，所以头先讲迄无算。啊，不如我原来来讲啦。我利用一段时间啦吼，我为金门走倒转来啦。我为我昨有讲过吼，我为这个成都，吼、哦、印象足深的啦，我一世人袂记得啦。我6月21日，迄一天啊，为成都啊逃亡啦。啊、你知道我安那逃亡？你讲机关拢甲你看掉掉，四个国安尼甲你看掉，你阁会当逃亡？哎、欸，绝对是共产党甲你挑工甲你放倒来。啊，我那逃亡咧，我讲吼、哦，我用酒。哦，啊，你即阵是想讲，哦，我知影，用酒甲灌落倒，啊，你怎走？是不是？唔是啦，我用什么吼？因为我不晓饮酒。啊，但是足奇怪吼、哦，因只甲我看守的这个四个国安尼吼，拢足爱饮酒，啊嘛足爱饮酒的。好佳哉，四个吼，有一组有两个爱啉米露，另外两个爱啉白酒。诶、欸，我即摆咧讲哦，即摆咧传播看中国伊嘛伫听，因为伊足爱知影这段经过啦。啊，不过即久啊吼，我相信遐人嘛袂当佫人清杀啦。啊，时效已过啦吼。啊，两个爱啉米露，两个爱啉白酒对嘛？啊，一班拢两个人伫甲我看。啊，我实在讲，我当时甲我看咧，我迄个2001年的1月。16啦，为迄天开始甲看守啦。啊，这四个吼、哦，每一天的早时7点下班啦。啊，两个人拢和我带到林啦。不过带到林吼、哦，因拢用什么理由呢？要保护，甲保护啦。哎、欸，啊保护，所以吼、哦，因要吃啊，要穿，要创啥，我拢爱供给给他啦。啊，因为我办下，我有钱啊。哦，啊，所以因嘛真爱和我倒一桌啊，因和我倒一桌拢食真好啊。啊好，啊有一摆。因两个人就陪我讲去采购啊，因为虽然是甲看管，但是我要外出吼、哦、也是自由。不过逐摆拢加身呐，看我要出去吼、哦，穿迄个防弹背心呐、啊，吼、哦、啊就用电话哦联络哦，我甲朋友吼、哦，伫迄个饭店咧见面吼，哦拢联络啦，哦啊就林董事长几点要来啦？诶、欸、啊即马去吼、哦，偌夭寿呢？啊边朋友看到我，我身躯边拢有保镖呢。啊！迄保镖吼，去拢甲问身份证咧，讲讨身份证，看着贵咧。你身份证甲讨咧，甲后摆无人要甲我见面啊！所以我朋友伫遐就愈来愈少。啊，即摆
安尼时阵吼，啊，迄阵为有一摆吼，阮出去，我啊，你免啉米露哦，吼，要，哎、啊，可是我要喝白酒，另外讲要喝白酒，我喝白酒来，啊，就直接摕两，迄头一摆刚是400毫回呢，我啊，你去买一箱的啤酒，啊，你去买两瓶的白酒，啊，咪去买呢，啊，买回来吼，找差不多20块啦，操作啊，20块吼也无偌济啊嘛，我讲啊。小慧啦，哎、欸，不爱提呢。我小慧讲不爱提呢。哎、欸，哎、欸，我生目睭唔捌看到讲中国人哦、喔，不爱甲我提小慧。嘿，我想无咧吼，不爱提，我收顿啊。过第二摆，我不爱提。嘿，我都不爱想啊咧。哎、欸，奇怪，我对中国人奈这样也无研究。啊，落来我想哦、喔，哦，唔是啦，你拢外行啦。原来我讲小慧哦，不要给我哈、哦，伊目睭看对方迄个啦，去看啦，你想伊敢敢提？我哪提伊去甲我报啊？啊，我知影，我等伊吼，还隔两天还酒甲倒掉。第三天我过去买，喝完了再去买。这边我较巧啊，可以200块买米露，两个200块买白酒。啊，怎买来吼、哦？这个走20块，这个走15块。我也晓啊，我讲哎、欸，啊，算了，拿这个你们刚刚抬啤酒，抬那个白酒哦，行路工啦，我们台湾人讲行路工啦，两个一看，一个20块，一个15块，会使提无？绝对提，哦，这样的啊，不好意思啊，对了，哦，安尼我就知影，这是我头一关呐，啊，即摆头一关以后吼，开始走以后，我就调到，逐顿拢要啉酒啦。啊，所以特登要啉酒，我就特登供应饮酒啦。啊，有当啊，吼，甲倒掉，互伊较紧嘞，要过去买安尼啦。我这是较饲，有当时嘛，饲个孙妈妈想讲，啊，你去买，爱去买吼，啊，我伫厝内底，啊，伫厝内底，因出去买个孙吼，我伫厝内底，我就啊，穿甲真随便。啊，因拄啊开始个孙要叫因安尼出去买，因唔敢呢。啊，买嘞随顿来，哦，要搁伫嘞。搁等下，要搁伫咧，啊，两三摆以后就放心啊嘛，哦，表示讲我也无要走，我也无啥物意思嘛，啊，啊，咪安尼习惯啊对啊，经过半年，2002年的6月2日迄一天，我甲两个人，我七摆一人摕500块互伊，因为我想我要走啊，摕较济互伊，啊，一人500块，我讲吼，啊，今天买多一点啦，啊，买多一点吼。买较俗的，因找较侪回扣嘛。哦，好啊，诶、欸，还有家乐福呢，青岛有家乐福，去家乐福买。两个落去吼，我甲你讲，我无地主个较紧个吼，我本来就准备好一个卡网，内底有内衫，啊，有美金20000块，迄个哦，我就无管了，较紧个选啊。啊，但是我选的时阵哦，我这个中间我有计划，讲我要为谁走？我有三条路线，第一，我走去日本去；第二，走台湾，第三为迄个芬兰，但是芬兰吼，我会惊呢。迄是迄个卖毒品的所在啊，我唔敢啊。啊，若要走去日本吼，嘿，日本我无迄个路线啊，可能走台湾较好，因为我定来听讲，哎，当初有所谓的中国妹啦，你迄个报纸写大陆妹啦，中国妹吼，定咧走嘛，我哎，这个所在可能较好，我来试看卖啊，安尼。啊！我一个离开的时阵吼，我走去，我落来，我想着，我袂当去坐飞机，啊，不过嘛没有飞机划坐啦，因为我的身份证，我的所有证件拢甲收起啊嘛。但是因那推外面呢，就是讲我坐飞机嘞，所以因等下一个看我无吼，因还阁唔知啊，因为我是早时才10点外离开的啦，啊，到迄个12点哦，因就惊着啊啦，赶紧去通报，派20几个公安呢，甲警察。全随飞去迄个中国的迄个沿海去等我，啊我呢，我当然无遐戆啦，我呢真悠闲啦，我唔敢走伤紧，我想诶，第一坐火车会查，啊坐什么物件也未查，坐船为长江，出第一站。我10点走到这个重庆啊，才3-4点啊，3-4点啊，我要对，因为我无证件嘛。
啊，无证件，我要怎走一下？中国这个管制非常的严呢。啊，我这么多天哦，我这算头一摆呢。因为包括迄德国的记者、法国的记者、日本的记者、美国的记者问我拢无讲的，但是我这么头一摆讲的，我要让伊气好死。我跟你讲，我是为二一走到二九这个中间啊，我住到真舒适的，我拢住五星饭店。啊，你讲奇怪咧，你五星饭店，你也无身份证，你是咩啊住？中国管制足严的呢。啊，我哪去住？你知不知？头脑好就是一只来的。我吼、哦、到伊的时阵哦，第一我去找当地所谓的夜总会，因为我是办学校吼、哦，我唔捌去款的所在，但是我捌听讲夜总会啊，夜总会有查某囡仔要互你娶啊。我一日去吼、哦，我无要找查某囡仔，我找妈妈上。老板是谁？啊，即马来吼、哦，无话讲哦，我马上诶，迄当初已经2002年，已经走10年啊呢。看到啊，2000块随个跌落，我诶、欸，我要找女孩子。啊，中国迄个时阵哦，若讲这女孩子在趁钱哦，啥物钱都要互，都要趁啊。哦，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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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我给你介绍，我现在就要，四五点就现在就要女孩子呢。早一呐出现，我就甲讲，我安尼，今天晚上啊、哦，我就要你，但是吼、哦，你爱用你的身份证去 check in。去旅行去 check in 你听有啦吼，去 check in， 我讲吼、哦、用你的名 check in 吼、哦，啊我才落去内底住，安尼才袂零检啦，有理无？我讲这有理无？有理啊，非常有理啊，啊查某囡仔5000块摕着足爽个啊，啊 check in 看我个，逐项拢看完啦吼，啊所以5-6点啊吼，我就入去啊，啊所以我沿路就是拢用这个方法，安尼一直走走到厦门。算厉害呢，啊！所以我迄几工啊吼，所以因中国即个也做国务院吼，后尾啊发一个迄个叫做内参吼，高压的内参吼，伫委外在即检讨，因即个人奈遮尼啊厉害，即一定有国民党的即个也做迄个国安的吼来甲伊协助啦，啊是无得美国 CIA 派人吼甲伊救走的，唔是啦，我用我的方法啦。啊，我即摆吼，我安怎走呢？为重庆，我坐船。因为我这个坐船吼，我知影坐船未查身份证，坐火车会查身份证，所以我去坐船，为啥砰砰砰砰坐到第一港啊，到凤节啦，凤节这个所在已经淹起啊，迄个啊做三峡水库，即卖已经淹掉起啊。啊，我会去凤节，他们讲就因为当时凤节有一个学生我甲救，迄、那个囡仔考掉真好个，也做高中吼。老爸无钱，好怎注册？全爱啉农药自杀啊！啊，我看到这个报纸哈，我甲交代我校花校长，我这个囡仔甲我找来，我要给他读3年的免钱。其实我伫中国，我伫做这款的工课的时阵哈，我伫中国拢总有差不多400个囡仔，伫我伫办学校的时阵，给我送去啊做大学读册。尤其啦，我第一年的学生囡仔，就调清代两个，迄、那个北大一位。这是伫中国非常震撼的代志呢。中国99%的学校啊，考袂掉清华大学甲北大，99%拢考袂掉啊。我的学校私立的学校，头一年就掉三个，所以北大甲清华大学为了这个开会，讲奇怪啊，这间学校是啥物人的学校，那会考会掉？就是我原来公立，后尾因发现讲我了，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啊。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我注意，开始要将我的学校给我没收。啊，我想来会当予囡仔考掉北大甲清华，我有我的方法呢，因为我以前开补习班啊，我用开补习班迄套。啊，我用什么方法呢？四川省啊，有88个省贫啊，就是列为省，又分作两种，一种叫做国贫，国家级贫困县；一种叫做省级、县级的贫困县。我来甲讲，安尼，国家级的贫困县甲省级的贫困县，拄啊好一年有88个，我讲这88个第一名才会使哦，可以来我遐读册，3年免钱，考到大学4年的学费我负担、啊。其实我甲你想讲哦，我来当培养一个胡锦涛哦，我不得了呢，对不对？啊，可惜咧，
我就一回后尾去有发现啦，啊，所以我怎啊无法度培养福建啊，但系我会当摕台湾出来。一年交八十，这个八十八来，我下下啊，可以免钱读册，我可以吃。哎呀，囡仔拢无伫等伊呢，拢住伫宿舍，全部宿舍。啊，现在真可怜，因为这个囡仔吼无伫等伊啊，我有当我上来嘛唔知啊，我是安哎哎同学啊，你若无伫等伊。报告董事长，我没有钱。我、哦、你没有钱？哎，上加含坐迄个火车的钱都无呢，甚至用走路的呢。啊了后，我一日看这种的情形哦，我就甲叫来。啊，车钱爱偌济啦？五十块啦，人民币五十块啦。啊，五十块都无哦。啊，我可以。所以这个代志，我真刺激到这囡仔，中国这囡仔非常认真读册，一干干。赢得读册，啊，佫足乖。这是我对现主席即中国即真善的囡仔吼。啊，我知影中国共产党伊的政策就是讲，伊啊又红又专的囡仔要培养做伊共产党的领导人。什么叫做又红又专？红就是共产主义，即、这个专就是啥？真善的。伊是无产阶级专政啊，啊，就真善的。所以我嘛是学中国共产党，将即上善的囡仔佮叫来。啊，所以因这囡仔去大学去读册的时阵哦，第一篇文章哦，伊拢写讲哦，他们最感谢林董事长。啊，中国共产党一日看我，啊，要是哦，你们来感谢党才对，啊，感谢林董事长。啊，呢开始我就吐去啊。啊，你看我学校哦，哦我当用真个心思呢。我的学校内底啊，我有七十二个共产党的党员，七十二个，你知影七十二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呢。因为共产党的这个共产党的党员吼，不是无头路啦，但是因的只只的头路吼，薪水拢足低啦。我薪水一声就三倍五倍开，太未来，人家嘛来，所以来拢是共产党的党员。啊，即马共产党的党员，我是变作不是党支部哦，共产党的党支部是党总支哦，党总支是支部的各管一级啊。党总支这种，我会当佫分啊做其他的党部啊。共产党一个看安尼吼，要死哦！你这林某某来遮吼，你是搞什么东西啊？啊，过来，伊就来吼，要甲指定迄、那个，阮的迄个共产党的组织的叫做做党部的书记啦。我晓得，书记外校校长去做得啊？伊讲不可以啊，我指定校长。我你也不是，我讲哦，你不是共产党的党员啊，你不能指定书记啦。我是董事长，我比书记还要大，我为什么不能指定？这是我为啥开始改冤家的。啊，即马冤落去哈，我讲我告诉你哦，如果选出来的书记不是校长的话，我马上把他免职。我免职你就无伫好，就别当做我的书记啊，干不着。我头脑安尼好无？真好嘛哈，但是安尼拖去了，安尼拖去了。啊，即马拖去哦，啊伊就换伊甲我整嘞，伊免来甲我整。嘿，你即块有钱，啊头脑真好，啊要加钱，敢那用一步啦。我迄阵有四间校，我去大学甲幼稚园我拢有啊，吼、哦、四间校，一贯，伊甲我讲，叫人吼、哦、来校讨钱啦，因为我其中有两间校是买人旧的啦，啊买旧的一摆两千万拢付了，伊即马开始有借条哦出现啦。啊！拄我开始借头出来的时候，他们讲我大意，我无你个注意啦。借偌济，五万；借偌济，十万、二十万，是小 case 啦。我还差不多成百万了，我卖。我哎、欸，等下，我已经甲你四川省的省委书记讲好啊，我一摆拢付清啊，恁即摆哪有遮债务安尼啦？啊，我去遐投啊，啊，伊个投伊安怎甲我讲呢？啊，林董事长为了社会的稳定，你有钱嘛？付啦，安尼啦。啊，我想好啊，安那无偌济钱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因为迄阵我即马一年，伫迄个时阵哦，十年前哦，一年我底下收入了3000万人民币哦。我迄阵说算真大呢。迄阵办的好啊，那咱台湾人啊，无钱我办遐遐尼啊大。啊，即马开始的时阵哦，伊既然输钱，我要给他面子嘛。啊，省迄个市长嘛，安尼讲嘛。我因为我去市场，我去四川的时阵，市场吼对我真好啦。迄坐飞机到位吼，
红地毯呢，我这世人没红地毯呢，火刷的吼，打街哦，警车开道呢，哦，迄当阵嘛，敢那是陈水扁同款呢，足大呢，啊，即嘛吼，迄个警车伫头前吼，啊未到吼，又敢画其他啦，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呢，哇、哦，咱将来唔办虎去犯台务啊，哇、哦，啊无形中哦，家己吼、哦。安尼飘飘然呐、啊，吼、哦、啊，香港那变遮大呢，啊，所以啊，市长坐了坐十二座都，所有局长拢叫到位哦。我向你们宣布啊，这个董事长，你董事长要多少土地都给他哈。啊，迄、那个地政科的迄、那個、局长站起来讲，报告市长，啊，你上任的时候不是说不能超过十亩，如果超过十亩，中央不允许吗？等民甲吐槽啊。你知影市长安尼回答无？我讲这共产党是足厉害啦！伊安那回答无？伊讲，哼，我告诉你，你不会把那个日期往前面填吗？中央就是要我这样做才派我来当市长的。啊，你听无？市长若看么一月初一规定讲超过十某，中央讲袂使哩。伊讲叫我将我迄个申请的单吼，甲填12月31号啦。安尼就核准啊，所以我讲共产党这款的所在，台湾人底下哪会当我才随在你啦？但是迄个时阵，迄、那个时阵，他们讲我足欢喜，夭寿哦！我迄人哦，我看朋友台湾去的朋友，我甲讲啊，你看会到这土地拢我的，你嘛是不是啊？啊好笑，啊好气，啊都实在足趣味的啦吼，啊好。这个代志，所以迄个市长话加真好啊！迄阵有一阵啊吼，迄阵阵超一两年内底吼，啊做成都日报、成都晚报诶头条，我定来上头条呢。有一摆吼，我甲记者嫌讲吼，啊这个马路的迄个树叶的迄个树叶啊，遐尼啊垃圾啊，拢无咧洗，上头条呢。我甲嫌讲迄个树叶无洗，啊市长我开去买迄个喷水车吼，来替迄个树叶洗呢。哦，实在我感觉我向上感觉，哎、欸，到时候我讲的真有力啦，啊，无向上我家己感觉，哎、欸，安尼吼，我伫这个中国会好好来发展，不得了，因为安尼心才大起来啦，啊，大起来以后，所以讲迄个时候你来甲我讲这个论述啦，我甲你讲，我嘛袂插你，对不对？我讲有理嘛，我讲实在话嘛，伫迄个时阵啦吼，吼、哦，遮尼好康，啊，迄个时阵吼，我办好哦，哦，我。台湾人若去中国要办下，无我的气派。迄阵记者，台湾有几啊足个记者去找我，到即摆伊们拢伫怀念。啊了，即、這个酒，因出去买以后吼，我就离开啊啦，我就走。啊走的吼，我为凤姐，啊这个坐船吼，我坐到武汉，坐到武汉以后吼，我再叫计程车，包一只计程车为武汉，转包去即个啊做。迄个叫啥物啊？迄个所在，我香港煞袂记咧。迄个一个真大诶都市啦。啊，加迄个所在，我叫换火车啦。啊，火车我毋敢坐到上海，我坐到苏州，我就落车，因为我知影上海拢会去查嘛。啊，所以我苏州我就下车啦。啊，到苏州以后，我就要用计程车去上海。走去上海，是啊，因为我迄阵我有一寡钱拢伫上海，放伫上海，我上海冇土地呢，所以毋是干那报纸写我干那遐钱呢，我上海冇土地冇厝啊，啊，佮一大间个学校，到今日为止哦，共产党唔敢将我个学校拢甲我没收，是啊，唔敢甲我没收，你敢知影？因为我伫告美国，伊到即嘛唔敢甲我没收，有派人来甲我讲呢，林先生。头一摆来甲我讲，讲要还我500万啊！你别含插嘛，不爱插。我投资2亿7000万的时阵，你今日要还我500万美金，我第二摆甲我讲还我1000万啊！去年讲要还我3000万，我嘛不爱插。我讲你欠三千万还我，我袂较好个，我嘛袂，我无你3000万，我嘛袂较散，你袂买。这是后边的话啦。啊，即摆走到这个上海的时阵吼，啊，我去住伫底，我去住伫迄个江泽民店，你住迄间50厅的宾馆，伊隔壁迄间啊。因为我知影迄种的吼，较袂去甲你查。啊，所以第过来第二天吼，我坐火车，你知影火车吼，伊是伫遐咧困的，
有迄个卧铺啊，啊一个车厢内底有四个位啦，啊这四位变呐，啊好，刚才我以前我有朋友，我有两个朋友，啊拄啊含我安尼三个，我唔通叫四个，爱叫三个就好。啊这三个人，我上车哦，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若讲四个人哦，要伫遐咧困，伫咧火车顶困的时阵，爱登记，爱摕身份证起来登记。啊！我甲迄个啊，做迄个站务吼，迄个早晚服务员呐、啊，甲服务员讲安尼啦，一来甲一来，不要登记啦。我们吼、哦，我们算你四个人的钱呐、啊，其实三个人嘛，我算你四个人的钱，啊你卖登记，你讲伊袂啊，绝对袂啊，趁一个啊，所以伊嘛好啊，啊钱摕伊就得咧，安尼吼真好势。沿路要吃饭，服务当中伊甲服务。啊，我坐个迄个做厦门，到厦门才开始知影艰苦啦。原来要偷渡唔是遐简单啦，找无线啦，四界总找无线啦。啊，阮小弟嘛甲我报一个的时阵哦，迄、那个人去甲我介绍，迄、那个人看起来怪怪的，敢那袂输警察的呢。哦，我嘛惊一个。还没说酸我就先酸了，再来发好运了。我当时吼，我伫成都的时阵，我伫办学校嘛，啊有一摆，我有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查某囡仔，为这个台湾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看号码是886嘛，我甲讲，你哪一位啊？伊讲伊就什么人，吼、哦，接完了，我接完，伊讲董事长你来救救我，我讲，你是不是在台湾啊？伊讲我在台湾。啊、你为什么跑到台湾？我被骗，我叫去台湾卖春、啊哦、我怎么救你？我在成都啊，安尼啦，你把那个舌头的电话告诉我，我来跟伊讲啊。啊，又甲我讲迄个舌头的电话，我有记起来，但是我坦白讲，我无卡电话啦。啊，迄个时阵想着这个电话，我提出来，这边试看卖啊，我来甲卡，要接电话呢。这人是假人，专门的。做偷渡的，哦，啊，臭皮我都甲伊讲啊，啊，你要，你台湾人来就偷渡，我无啦，我吼，因为我要等于台湾要开记者会，啊，我不会未上红灾，啊，到台湾爱偌济，因为台湾爱十万呐，吼、哦，爱十万块啦，人民币哦，爱十万呐，啊，不是人民币，台币代表十万呐，一抓爱十万呐，因为你若是通缉犯哦，你也一百万呐。我不是通缉犯，你去看麦啊！好、哦、啊，我想想，我安尼无通，我等下，我不爱去台湾，啊，再去金门就好，因为安那金门近啊尔嘛。为我出来的所在，坐迄个步道吼，砰砰砰，迄种步道一点钟就到边啊。啊，我想讲我若坐台湾海峡吼，我若中途去互伊，甲台时我就吐起来咧。啊，有影呢？我上船了无偌久吼，伊迄个船夫甲问啥呢？那个先生啊，你口袋有没有人民币？啊，系啦，我系啦。啊，我吼我以前的表啊，真赞，迄是金的啊，迄罗雷啊，较紧的，就爱用长的甲跌落去。我甲讲，伊讲我为什么？伊讲哦，你如果上岸被公安查到的话吼，伊唔知迄叫警察啦，伊讲被公安查到的话吼。啊，就知道你是偷渡的、啊。我想讲吼、哦，伊是甲勒索啦。啊，我知影吼、哦，啊，直直啉，啊，直直崩，啊，崩一支钱出来哦。我只有这一些啦。伊讲吼，钱寄到伊遐啦。啊，转来的时阵才摕啦。看到贵的，我要转来。啊，你无多伊安尼讲，你就爱讲啊，你就爱给伊啊。啊，我就给伊。再来甲金门吼、哦，离开金门看会到啊，但是坦白讲，我唔知影迄金门。因为哦，看拢无人啦，啊边啊拢是一排拢乌乌的，一支迄啦，反登陆迄啦，啊头前森林啦，甲我讲哦，先生下船，我下船，这海呢，伊讲下面是硬的啦，就是讲迄个海啦，这岩石啦，我还那么远，你靠近一点嘛，伊讲不行，我会被抓，啊安尼讲。我多嘛，我只有落船嘛，到这水到这啦。哦啊，这位水到这的时阵还好啦吼，还好。啊，但是我有一个包包嘛，啊，我包包在放在头上安尼行，一直行，
行到海边，我甲各位讲啊，行海边才是知影艰苦啦。迄个海沙吼，偌尼啊软嘞，因为几啊十年啊，封闭登，迄个防备登陆啊，迄海沙伊积足悬的嘛。啊，行一步，一日深，行到迄个脚步的时阵啊，我甲你讲，我迄双鞋啊，叫脱去，因为沙甲你吸去啦。啊，即摆安那？阿妈就行，啊变做穿鞋啊，啊穿鞋啊吼，你知影迄，到落尾才知影，迄内底有啥物？迄个牡蛎、蚵仔壳啦，迄蚵仔壳偌来你绝对未知影，但是迄个时阵啊，你行的时唔知听，啊即摆行到迄个山吼，到我即个做膝盖的所在吼，我行袂振动啊，落尾啊唔是听，爬袂起来，迄膝盖吼。你要行一路，就爱抽出来，搁落来，搁抽出来，搁落来，你偌久行？行一点钟久哦，你用喘的啊！啊，但系啊，我讲哈，走3000公里要死伫遮。落尾我才知影讲哦，我迄个所在伫顶礼拜哦，死的，地雷爆炸啦！我迄个所在地雷区啦，伫啥？伫北安呐的所在啦。地雷区啦，啊未清除啦，啊即马无多啊，啊干那有看到头前啦，啊都爬未起去啊，啊好佳哉，迄阵我有只手机，我有两只手机，一直试，啊我刚才敲电话，为迄个所在敲电话，互我的小弟啦，我坐内底是写我的朋友啦，实际上是敲我的小弟啦，我敲我的小弟啦，阮小弟接电话，迄是中国的号码嘛。伊讲阿大你伫倒，我敢若伫金门咧，啊你伫金门，欸，啊你金门啥物所在？我毋知影咧。伊讲安尼无要紧，我来叫我的朋友，警察迄个啊做，叫做防务啥物中心呐，啊，勤务中心呐，啥物款？吼，啊我着啊发电话号码我甲敲，啊我敲电话小姐接咧，伊甲我讲，先生你要干什么？我要自首。你要自首？啊你啥物人？我台湾人。你用先生，你不要开玩笑了。那我台湾人去自首哎，我偷渡，我偷渡，他就从哪里偷渡？我为中国偷渡。但迄阵我不要讲中国，我讲另外迄两字啦。安尼免罚5000块哈，我讲迄两字啦吼。啊，他就讲，啊你伫什么所在？我不知道啊。啊，不你形容讲你的边啊是什么嘛？我的边啊，啊就一支乌乌啊。我迄是米槽，迄梯啊，迄反登陆的哦，一支拢乌乌啊，啊无大支，只大支啊尔，啊后边是迄个光啦，足光的啦，迄敢若厦门的款啦，我好像是厦门啦。啊伊甲我讲，全金门拢是一支乌乌啦，啊但我死啊。啊，阮小弟真好，阮小弟有敲电话甲迄个啊做遐个局长，迄个即马伫做啊做金门的副局长啦，哦，迄个人我卖讲名啦。但是现在做去副议长啦，伊带一群人四界去找啦，出来甲我找啦。啊，是当阮小弟甲这个也做警察局联络了，警察嘛出来找啦。啊，你知影迄偌乌哩，怎么啦？我手啊，放安尼吼，我无看到手，拢乌的啦。伫迄个时阵啊，我家己感觉讲，我害啊啦，我稳死的。伫迄个时阵。我即马要讲，下骹要讲的这个话吼，是一个读册人不应该讲，啊，我嘛不爱相信，一方不爱相信的。我昨因为天嘛吼，天有星星嘛，我甲星星讲啊，我吼老天啊，我走啊辛苦走来到这吼，啊你若我继续活落去吼，我的后半辈子啊，愿意替台湾做义工啦。我讲这句话。讲煞尔，我甲你讲真真正正，伫我身躯边啊，三四十粒火伫遐咧烧，每一粒火三种色，红色、黄色，啊做青色、蓝色啦，三种色。这是什么物件？我到今日为止，我感觉我真正唔知影。我唔是安尼哦，唔是啥，是足大面的。什么嘢？这个。这个在洗吼，我家己感觉讲，哎，我是不是迷茫啊？我点手一听，我不是迷茫。
但是射了差不多十秒钟久以后啊，有听到人在跟他叫，警察用夜视镜，伊嘛看袂到啊。所以后尾啊，警察你甲我讲奇怪呢，阮伫看夜视镜的时阵，熊熊看到你的身躯边遐有较光啊。所以警察吼、哦，两个人顺迄个路吼、哦，避开迄个地雷区吼、哦，伫甲我话，叫我讲，我敢听到讲手举起来，我想有力啊。这金门呢，战争的所在，所以爱导航嘛，啊，所以我撑手撑。乖乖提啊！等下两个人起来跟他爱，啊！你跟他爱的时候哦，更加趣味哦。你跟他爱的时候哦，他们讲我迄个时候，我才家己感觉讲，我来遮大哭啊。因为哈、哦，我感觉讲迄真可怜啊。你想啊，警察爱爱我，那无小可会使我遮尼啊大哭，要跟他爱起来无简单呐。哦啊，跟他爱起来了哦，才跟他讲，我讲吼、哦。伊讲啊，你啥物人？我讲我台湾人啊。啊，你来为遮等啊？啊，我就打开甲讲吼。啊，伊讲啊，你个手奈囥安尼？我讲、啊、你毋是叫我导航吗？我毋是叫你导航，我是叫你叮当，我毋才看会到。哦，伊讲你是足好运的。顶礼拜同款即个所在，有四个人偷渡客啊，伫遐崩死的。啊，所以回来以后哦。他们讲，在迄个金门的边啊，这个海岸边哦，我迄个酒庄哦，对我有影响啊，影响足大啊。我从爱为迄个时阵开始啊，我真正做义工啊。我去做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我嘛做义工。甲今日为止安尼做义工，所以呢，各位我咧拍拼哦，我感觉迄是运动啊，啊无我无这条命啊。安尼讲到这个所在会使无？哎，袂输刚才你说故事呢哦。来，我跟你讲，足侪人讲要甲我拍到电影，大家，啊，你讲。你说，我跟你讲哦，要上船以前，迄个十万块哦，我唔是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甲安怎讲呢？我惊伊甲我抬死啊！我讲安尼啦，一礼拜以后吼，你搁来原来所在等我，我要转，我要搁转来啊！吼、哦，啊，我先付你奖金五万，啊，所以十万搁加五万，做十五万，所以有够贵个啦，十五万啦！啊，所以我甲各位讲吼，落尾啊，迄个时阵我冇去帮忙，我四川迄阵有甲我帮忙的一个员工吼、哦，我互伊来台湾佚佗，我是行这条路呢。啊！你要回去的时候、哦、也是走这条路回去的，所以我刚讲中华民国的那个海巡、哦、根本就骗你的。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做海巡署、哦、在开的，我把吐槽了，所有的人要走 海岸边都没有问题啦，我就是你啊，你当时在查。所以但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现在说自由行，你就是说没自由行，他也照常给你用这条路到起来你的台湾，你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哦、我后来我回来以后，就是我那天有说的接着，就是李登辉跟我说那个研究台湾的地位。现在再回来，因为我昨天呢在说那个军事方面，我还没说很清楚啦，我要跟各位说，有一次这个美国因为开始跟我们联络以来、哦、那个国安局，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哦、那个叫做国家安全会议、哦、来台湾，来台湾的时候、哦、有找我，找陈仲谋，找陈唐山，还有那个人，这样四个人，这人问陈唐山一句话，那时候他做那个国安会秘书长，他跟他问，他说、啊、你现在中华民国军队你有办法控制吗？你知道陈唐山怎么说？没办法，又没有办法。啊，刷入去那个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会议，那个人问讲，啊，恁刚才一直要要求讲，那个叫做超限战的那个电脑吼、哦，爱含你台湾接轨，哦，啊，你知影那个超限战的机器放伫对无？唔知影，因为我跟你讲，就是伫你的办公室的头前的地下室啊，我即马冇话知影。这所谓的超限战这物件，就是中华民国的部队内底这个控制所有的军队的，
一个一个联络中心呢。这个联络中心吼、哦，会接所有的电脑、所有的遐海防啊、什么防啊。啊，搁有嘞呢，听到你的烦恼呢，安怎烦恼？其实咱台湾的周围吼，拢是美国的潜水艇，伫咱四边四边里走。很主席，伫迄个花莲的海岸有一个，迄、那个海岸吼、哦，你知影花莲迄、那个迄、那个岩壁啊、哦，就凹进去呢，拄啊潜水艇会当撑伫遐。所以红三军的时阵啊，有一摆红三军士兵队因讲要冲入去阿扁啊因岛的时阵啊，美国拍算要派直升机，就要为遐派直升机来将阿扁啊救走。落尾啊，士兵队 CIA 有甲伊讲，落尾啊，那士兵队有一摆去美国，伊讲伊的什么顽固病迄个话，迄就去当中讲。所以落尾啊，迄个时阵呢，士兵队伊无冲入去，所以坦白讲哈、啊。在台湾这款的情形之下，莫讲你是民进党，国民党嘛是同款啦。所以我常咧感觉咱台湾人可怜，虽然咱这個演习营要办，我都要互你知影，你选中国国民党，甲选中华民国民进党，敢有无同款？两个拢中国啊！啊，但是你有当时有人会甲你吐槽，你话讲叫你莫去选，伊会甲你讲，嗯，安那无爱选就拢中国国民党调了去。其实。我就是希望讲，咱爱互伊调，拢总中国国民党拢调，因为拢调，咱而且投票卖超过50%、49%就好啊。49%，咱就当甲美国讲，阮台湾人无爱去投票。其实人讲无爱去投票吼，毋是咱的功劳啦，因为普通时间70%投票尔啦，20%卖去投啊，就会咱就会过关啦。但是我甲看咱台湾人这款经营哦，困难啦，真困难啦。所以这个情形要安怎？要安怎？一条路尔嘛，爱甲过嘛，爱甲过嘛。但是，咱这款的训练就是要让咱所有的学员，你等于爱教话，爱让人知影，甲你讲。但是我先甲你讲哦，拄啊开始你要去用骂你笑的哦，因为我防骂几啊年。甚至会讲啊！你要出卖台湾，啊、你卖予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拢调是咩啊？你免烦恼啦。即马现主席的局势看起来吼，美国对咱这个集团已经正式甲咱讲是叫做 another third party 第三势力。咱嘛接受伊的邀请去青山港访问呢。虽然伊11月27日才要开放青山港呢。但是已经予咱去访问啊，而且咱搁访问的时阵啊，去青山港迄个门口，啊，加旗啊伫啊，写一个美国军事政府，甲一个台湾平民政府迄个图，迄、那个军事政府的图，甲翕上。啊，你翕上内底吼，因为迄本册咱即摆可能已经无啊啦，咱的境界吼，啊，要搁大概拢有一本啦，哦，一只啦，哦，你有看无？你是头前的，这还未开放呢。但是这开放以后吼，咱这张甲打起来以后吼，美国的。啊！这国务院来靠腰呢，哎 ，Roger， 啊，未开开放，你就甲打啊！我美国的民主要提出来，啊，虽然暂时啊，甲提出来，啊，暂时甲提出来，但是你若有登录，以前有登录，这就是啊，这咱是袂啊。啊，你知影青山港拢总1700公顷，这个所在台湾人拢袂当入去，这个所在拢是完全美国人控制的所在 ，AIT。伫要刷起来哦，内湖有20000坪，包括直升机会当降落。AIT 即卖设备是要做亚洲地区的军事总指挥，伫这个所在。所以美国讲要派800个海军陆战队入来来台湾。所以你可能会想讲，啊，800个要创啥？各位，现主席的战争哦，唔是靠人济啦，卖讲800个啦，然后80个就有啊啦。即卖武器吼、哦，一个人听讲对咧几百个。你看阿富汗就好，阿富汗上台苏联去的时阵吼，苏联食这阿富汗食伊过过，这就是迄个塔利班呐、啊，迄、那个叫即马叫拍死迄个宾拉登啊，就是美国家支持的。你知影伊支持的时阵上台是用啥物物件吼？用迄个监视的飞弹，就是囥喺肩胛头，打一个，不一个拍出来，直升机也好，飞机也好，拢叫拍到，所以苏联。因为美国家供应这个监视飞弹啊，
苏联是土土土呢，因为你想一个人吼、哦，甲你对付你一只飞机，对付你一只直升机啊，所以苏联的直升机甲迄个飞机，会拍过了百几只，所以苏联根本挡袂住，伊讲好，我行你，我行你。但是行以后啊，这个宾拉登哦，哎，想起来伊不爱听你美国的，当然啦吼、哦。美国无定会甲恁斗协助，伊嘛真注意讲咱袂当伤大尾啊。咱若伤大尾，后摆换我林志升变宾拉登呢。但是呢，咱即马免用宾拉登，因为宾拉登袂晓用法律，咱用法律。法律是啥物人说的？你美国说的。我用你说的法律甲你对抗。因为安那有人甲我讲呢，以前咱的观念就讲，咱会使告迄个国家。你以前有想过这个代志？国家免诉有无？即你认真读大学，拢有听到即句话，也是法律系个国家，对国家可以避免人家诉讼啊。所以袂当告美国啊！啊，我来去甲告，各位，我算头脑嘛够好呢。我用什么方法甲告？你知嘛？人权呐、啊，人权呐、啊！你美国讲人权呐、啊？啊，你即嘛？我台湾人无人权啊！你用啥来无人权？你叫我摕中华民国护照，我都毋是中华民国个人啊！所以为着安尼啊，我已经十年无出国啊，因为我无护照啊。啊，美国啊听到我讲我无护照，因就咧笑。你若歹摕中华名，我无护照啊。啊，所以无护照，所以美国爱甲我解决。啊，若甲我解决，就甲咱大家拢解决啦。啊，对无？啊，有理无？啊，所以呢，我的压力很大呢。啊，所以呢，咱伫这五月二七，不是嘛？经过年外呢？咱的律师叫做 Levy， 这 Levy 这律师就是啥？就是我和阿扁啊去控告美国军事政府迄个啦，迄、那个 Levy 啦。这個、人吼袂歹啊，收费嘛算较公道啦。啊，所以咱迄当阵有联合十八个人，甲这个 Levy 讲，授权予你，国家告这个无国籍的这个护照。啊，这个无国籍的护照，啊，即摆 Levy 伊嘛知影，伊这个真小心，伊就向所有单位。国务院所有单位二十几个单位拢甲写批，拢甲伊讲，讲，即、这个林某某顶十八个人哦，拢无身份证，无护，无迄、这个，无迄个护照哦，未当出国，互你关在政治炼狱内底。啊，你应该爱发一个迄、那个无国籍护照去。啊，即摆有诶单位有回，啊，有诶单位无回，无要紧，时间已经到，伫个顶个月十月，五月二五啊，到期，正式甲提出告诉。所以即个告诉提出来吼、哦，美国嘛开始搁烦恼啊。我跟你讲，免偌久就过来讲啊！啊，后个月七月份哦，咱要搁一个告诉，这个告诉是啥？这美国甲我讲的，因为你会记得我跟你讲，九月七八，咱去美国举办酒会时阵啊，迄支军事占领旗就是第一，伫迄个啊做青山岗用迄支旗啊，迄支旗啊，你也甲升起来啊！伊一旦有甲答应，伊讲 AIT 伫内湖那阵。完全拢起好的时阵，因一定会升这两支旗，伊真心甲我答应。啊，你若甲我答应，啊，我互你方便嘛，我甲你告嘛，互你来配合搁较紧嘛。即马告你告，你即马来升啊嘛。因为我真艰苦，讲咱台湾人足侪会甲我吐槽啊。我都拢外口拢无看到美军呐、啊。啊，我若机啊，互你看，安尼有算有无？安尼会使了无？恁来甲我斗帮忙啦。安那帮忙？我甲你讲，你爱摕两支旗啊，等于出来。我甲你讲，恁想要买嘛无啊，剩六支尔。六个人，你这六个人爱甲我斗三工，但是我阁甲你要求哦，你袂当甲我摕德国来创这哦，对吼、哦，嘿，袂啊吼。啊，你爱买啥物款嘞？迄塑胶，迄一支，免这啦。这老鹰的吼，袂无地好买啦。迄、那个头巾的话，迄一支200块，250啦。摕这种的吼。在恁的恁家的门口，人家挂落，我甲你保证一点，一定过无偌久咧，发现美国去甲你翕相，偷偷甲你翕。咱若讲全台湾400支伫挂，还佫继续伫咧甲挂落吼，美军一定爱入来，你无入来袂算呢。我拢知影，你还佫无要入来，所以呢，这就是我要拜托讲各位吼，在这个时段内底，你若已经听了，知影讲会用安尼做，啊，你讲话，我若挂迄支旗啊，我会去哦，掠去安怎无？五星旗都你挂，你唔敢挂？五星旗挂足多呢，啊，台湾拢袂晓挂吗？拜托，甲挂出来啦！最少最少爱甲迄个五星旗对抗啦！
啊，我吼、哦、为着惊讲你唔敢挂，刚刚看去甲迄个内政部迄、那个讲，啊，做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迄张分互恁啊。哦，啊，恁来看，啊，佫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但是我要即摆要甲你讲即个趣味的代志哦，我唔是要叫你做，你听好清楚哦。台湾既然是美国军事政府管理的，我有甲恁讲啊，台湾人唔免交税金有无？哦，要是有个人讲哦，我为明仔开始我袂交，等下哦，等下哦。我讲哦，不要吃眼前亏啦。啊，甚至我嘛讲哦，迄车牌唔免挂，唔免去甲纳迄个税。但是我今爱甲你讲的，我是法律上哦，啊，有人真正去甲做呢。啊，即马做咧安怎？去年哦，伫迄个桃园地区个哦，一架车车牌啊，到期伊歪换啦，伊甲写一个 USMG 啦 ，USMG 啥 ？US 美国嘛 ，military 军事政府 ，US。Military government 号码啊，就迄伊只号码讲0008啦，吼、哦，啊就开始走啊呢，走一两年吼、哦，无代志啦，啊有一摆吼、哦，板桥一个警察吼、哦，足计较的啦，都较渣啦，啊即马渣是啊，咱这个朋友吼、哦，咱这个同事吼、哦，个性嘛真强，叫伊落车，我歪落车，你无注意甲我叫，你若要叫我落车，你甲 AIT 甲我叫来。因为一车牌 USMG 嘛，你甲叫 AIT 来，我是美国管的。好、哦，警察哦，一个甲吐槽哦，伊就无民主啊，啊无民主安怎？骨落烟哦，去甲扛啦，搭扛啦吼，啊扛的时阵哦，迄只车哦，该僵结该拖去啦。在后壁还佫趣味的哦，即马甲拖去哦，伊歪离开啊啦，啊歪离开的时阵哦，警察讲甲移送法办啦，啊即马移送法办哦，伊就去即个啊做。警察叫伊去，伊就去啊嘛吼，去啊做法院嘛。律师就迄、那个法官就解问啊，伊讲吼，你中华民国没有管辖台湾的权利，你如果要审我的话，你爱提证明还罚款。啊，有影，这咱个教的啦，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第四条无修改嘛，伊本来宪法里底无台湾嘛，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将台湾交中华民国嘛。啊，即摆问的吼，伊讲吼，你若要甲我审查，你甲我叫 AIT 来，佮伊佮讲 AIT 啦，所以即个检察官吼，上一半吼，轻轻唔知要安怎，转落尾啊吼，唔知怎甲叫啦吼，即摆我查袂出来，伊转锐气，锐气佮起来的时阵吼，该安怎讲呢？好啦，回去啦，哎、欸，你甲我问一半，叫我回去，因为你问我一半，你叫我回去就回去，我不回去。你也让我签字啊！不要了，走了。哎、去了倒转来啊、哦，过过无偌久啊、哦，这个法院的检察处哦，一张公文来了，不起诉处分书啦。啊，这个不起诉处分书呢，我有几届，我有分给大家啦。啊，即马大家要是话，台中区几百个，啊，做高雄区三十几个，车牌拢无，拢用 USMG 啦。我诶、欸，你 USM 无问我呢？安怎呢？我知伊家己用，迄我知啦。但是我要甲各位讲吼，卖甲中华民国对抗啦。咱要接政权是要向 USM 接政权啦。啊，中华民国和美国政府去甲处理，咱咧好唔好啊？啊，你要看迄个车牌，我会当互你看，因为伫迄高速路去互砸落来啊。啊，砸落来吼，伊嘛真亮色，伊讲吼啊。我敢问警察啦，用你要麻烦吗？你要跑法院吗？我给你一个公文看，那不起诉处分书看，警察看看，咱这别偷嘞。好了，走了。所以呢，我知咱通就足侪拢挂 USMG 的牌啊。啊，即摆但是我要甲各位讲啊，因为啊，我要录影存证哦，我要甲各位讲，不要吃眼前亏啊，卖假眼前亏啦，卖啦，因为。你即马吼较艰苦一年尔啦，哦，干那国家忍耐一年就好啦。美国军事政府一摆就好啊。但是我嘛是感觉爱甲各位讲吼，咱大家人既然今日民政府伫甲你受、甲你训练，就是要希望你有一天会当来做民政府的官员。我无伫管你的年龄，我嘛无伫管你的能力，清廉第一啦。哦，我嘛甲各位讲过吼，即、這个后摆。尤其是民政府这个政府这个官员，你较侪钱无效啦，给你五倍薪水，
啊，你有厝，我有讲过嘛，这个政策我甲你讲嘛，十八岁以上拢有厝，我当大。所以你有叫贪污吗？无嘛。啊，你若阵钱伤济，要放互恁囝，这爱小想咧。你若要放互恁囝，迄税金一定甲扣足重个。无必要，互你囡仔闹咧。我对我两个囡仔拢同款啊。我的爸爸妈妈留的钱有，但是我嘛甲我的囡仔讲哦，我干那要互恁读，恁尽量读到博士。后壁家己来，我嘛拢家己来啊。所以，唔是讲要靠父母的财产来去过，迄唔对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一支草啊，一点路啊，一支草一点路，即句话是真好啦。我话赶快要送予各位啦。但是呢，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囡仔，若不要读书，我甲你讲，唔是伊责任啦，是咱的责任。哦，咱的责任啦，你害的 DNA 无好嘛？哦，啊，但是这个无好是干那未晓读册，啊，有甲别项会当做啊，无定伊足够做事的啊，对吧？啊，无定伊做啊足够做迄个木工的，你唔能看木工的，咱台湾这個做木工也是做事，这人哦，赚无钱啥，这是中华民国这个流氓体制甲咱害的呢。你敢看日本人，迄做木工的薪水足悬的呢？日本的农业一年干那做一季尔呢？过较真好个日子，厝足大间个呢，足水个呢。台湾人做三季三季，无饭好食，这什么意思啊？日本人做一季，第二年过当休困呢，这就是政府个政策。伊政府用外口五倍薪，这个钱改买上来才卖予老百姓，安尼才对啦。安尼大家拢要做事，而且去改善这个农业。这是原住民，原住民真可怜的。原住民是真故意的。其实咱现主席的台湾人80%-90%拢是迄个平埔族的啦。平埔族有啥物优点？你知无？故意、老实，未去跟人计较，跟人戆固嘞，直直做，直直做。啊，这个中国国民党，即个中国人啊，因就安那，跟人牧羊人，迄、那个陈青龙，这个州长啊，的形容非常的好啊。你直直做，伊直直甲你扣；你直直做，直直甲你扣。他拄啊，蔡其源总理目讲的迄，你应该听有才对啊。咱拢吼戆做啦，啊，还去扣税金嘛？啊，好加在，真正好加在，咱今日互美国占领嘞。今日若去互中国占领，咱就妥啊。今日美国来占领，咱只不过讲甲美国讲，你的责任嘛，你已经甲我占领，你要履行你的责任。但美国嘛有甲咱教啦，伊讲吼，你四百年来你毋捌有政府啦。咱真正无见过，所以你唔通哦，在你的心内、头壳内底啊，你笑想讲哦，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若想这句话哦，咱就吐去啊。你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若主权独立的国家，我请问你，搁你拼啥？已经国家嘛，你咧拼啥？所以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讲足济白贼话，台湾人听无？甲你讲，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袂当入去联合国。你知影这个 WTO 啊，国际贸易组织，咱用什么名字去来这？你知无？咱用独立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是什么意思？其实你若讲台澎哈、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是不对的，也叫做分离关税领域。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国的 ，AIT 给你宣布了啊 ，AIT 有宣布，你听有无？这真清楚啊！台澎是用独立关税领域啊，这个独立关税领域表示讲红线咧，啥来讲红线咧？这有判例啊！迄当阵美国和墨西哥战争以后啊，有一个墨西哥城市去予美国人甲占领，占领的时阵，当地生意人为着迄个税金的问题，要交予啥物人？是要交予美国啊，还是要交予墨西哥？占领和苏联，和这个美国占领，啊，要交予什么人？唔知影，所以才向高等法院提出告诉啊，高等法院创造一个名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独立的关税的领域。所以所谓的独立关税领域，其实就是啥？占领区啦。你讲你唔知影不要紧，李登辉嘛唔知影。李登辉唔知影了，李登辉甲我问讲，啊，这独立关税领域什么意思？我再甲讲。啊，其实这个独立关税 WTO 什么人去创的？蔡英文，蔡英文嘛唔知啊。
你看咱这戆牛偌济多，美国改加入独立关税领域，等下还阁唔知啊，刚才还讲我独立关税领域，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啊。虽然台湾真济代志，拢因为无知识，咧美国甲我讲的，真正无知识。咱这个知识啥？国际法恁爱办啦。咱所在真小，一点点尔，两千万人。注意哦，我唔是讲两千三百万哦，我讲两千万人，无啥一千九百万尔。一千九百万人而已，咱虽然真水人真少，但是咱来鼓励咱的囡仔要有国际化国际观啊。这个国际化国际观哦，所以我希望讲台湾有一天哦，会当真正真正来变作这个敢那水师同款。我相信这天一定会到位，绝对会到位。就是咱大家人，咱即满四百个这个啊做民政委的人员啊。那等一旦训练到八百、到一千的时阵哦，美国讲政权要行啦。咱的身份证若发有650万分的时阵啊，美国讲政权要行啦。本来是甲我讲一千万呢，我著改打迄个救赎啊。我讲我只两千万、一千九百万，你花两啊做一千万，啊都超过一半。啊，我投票的人口嘛只超1300万呢，啊所以改变，因为后来无1300，650万。啊，这个身份证，你若讲即摆叫做新身份证有效无？若无效，你新的要做啥？这无嘛，身份证摕到，讲去美国唔免签证，还是讲去美国唔免 interview， 你唔只会爽，对不对？对不对？啊，无你摕要做啥？对不对？所以美国甲咱答应讲 ，OK， 身份证摕到的时阵，要去美国 interview 啊，唔免 interview， 就直接要发给你。啊，你无了，你会感觉讲吼，啊，这无定。我别讲啦，真简单嘛，真简单，试验就知嘛。即摆高雄州甲台中州已经通过啊，马上就要开始来发啦。啊，即、这个要发的时阵，阮当迄个中央决策委员嘛有讲啊，你中央美国要来资料，你爱给我，啊，我爱走到美国，超来回超一礼拜，那核准啊，申请表已经到位啊，就会当签迄个申请表若签落。上上上要做这个，去甲试就知影嘛。因为咱伫九月初八开酒会时，咱嘛民政府嘛印迄个 invitation， 就是邀请函。啊，有真侪人摕这个邀请函去 AIT 办签证，无第二句话，无第二句话，卜一个，甲你等好哩。这个台湾公民法案内底拢写啊真清楚啦，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吼，美国真正。希望讲台湾和中国要拆开啊啦！过去国民党甲民进党讲要和谐，哦，你捌听过这无？讲要和谐啦，不要制造啊做啥？族群分裂啥？种族分裂啥物嘛？哎，族群啊，不要制造族群问题，歹势呢？本来就是中国，我是台湾啊，这甲分裂那有啥物关系？我本来就甲你分裂啊！啊，只有讲个清楚啊！啊，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除了讲你家己要认同你是中国人，安尼身份证我无法发给你。所以，当有一天领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人较侪时阵啊，中华民国爱走啊，伊无走未煞咧。迄当阵，但是我会当今日公开甲各位讲，咱若开始发身份证的时阵啊，中国人绝对排头前，啥物人会跟我们这边民政会对抗民进党跟这些台独的怎么他选举选了很好势啊，做官啊，现在民政会从头开始啊，我也坦白跟各位说，其他那些派别派代表来跟我们说，用这些为你们都抢了了啊，我要坐到对啊，如果我们现在四百个如果他排队国营企业都是我们的人啊，啊！伊若阁较慢嘞吼，里长都排袂着了，真有可能嘞，真有可能嘞。但是我今日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吼，你对你家己要有信心。我相信咱现主持伫美国人指导之下，因为咱确实咱互伊占领，咱拍输啊。除了迄当阵迄两人原子弹，咱去甲等伫美国 LA， 歹势嘞，是美国去甲咱等伫日本的东京嘞，啊，咱台湾人是日本人嘞。我已经有讲过，国家对老百姓
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利、有义务。这个所在，我要讲一个道理，互你听哦。国家对老百姓有这个权利，是因为有义务在先，先有义务才会有权利。国家讲一摆，国家对老百姓是先有义务，什么义务？爱保护你啊。有义务才会成为国家，然后才会当有权利。但是对殖民地、对占领地是占领者，先有权利，再有义务。这不同款呢，这国际法这真深呢。但是你今日听我这句话啊，现在国际法会所有破除拢给你刮倒的。什么是国家？国家一群人有相同的目的、生活习惯各方面同款的人。组成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对这些人先有义务，这样才有权利。这老百姓对这个国家要怎样效忠？我跟你讲过，这个效忠衍生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天皇要向谁效忠？向谁效忠？没啦，那有人民，皇帝上大那些人民，没有人啦，所以日本的天皇无国籍。英国人无国籍，英国的天皇女王无国籍，日本天皇无国籍，你敢唔知啊吗？你拢唔知哦？哇！你今你若转去哦，你拢想臭蛋啊！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无国籍。日本天皇哪里过查查某囝？是嫁了后，因为因翁是日本人，所以才提升日本籍。这就是这个理论，这是万国公法规定的。哦，你今日学这点有够赞哦！转去听我讲臭蛋。日本天皇的国籍，我跟你讲哦，美国判决台湾人无国籍，对不对？所以我跟日本人咧开玩笑，我讲你后摆爱甲拜天皇，讲爱拜我，为什么？我讲我天皇共国的，我拢无国籍。我讲的有理啊，所以咱这边要去告美国，要告日本的时阵啊，日本外务省惊到，派人来讲，拜告啦，协商啦，我讲好啊，协商好啊，后个月要协商啊。你变成协商，你大兴，你我原来有我的老爸老母有日本国籍啊，你也嫌我，因为人权公约内底第十五条之一甲做了十二，每一个人拢爱有国籍，任何国家袂当来取消。台湾人伫1945年四月初日本天皇的诏书已经给台湾人摕到日本国籍，而且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不能分割怎样？不能挂给人啦，不可以割啦，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啦。除了说台湾是殖民地，这样可以挂，台湾不是殖民地啊，所以你就不能挂，不能挂要怎样？只能当主地啦。所以我真深啦，所以我一直拜托各位啊，你们要去买车，我不是要赚你500块，我没赚啊，我先跟你说啊，我爱你买车就是这啦，那本车看看哦，每一摆，咱是两礼拜拢有一，拢有三天的授分啊。你若拄着礼拜四啊吼，你会当转来听看下啦。我总理，阮州长啊，甲这个参议院议长，阮已经授分8届啊呢。阮毋是，阮是食免钱的呢。阮共款交3000块呢。阮迄阵有决议啦，因为咱无钱嘛，人这个厝人荷兰的时阵，咱状况咱爱共出嘛，这真正常嘛，敢毋是？所以阮有讲啊，咱头一摆交5000，第二摆开始拢交3000啊，所以阮即摆嘛拢交3000。但是呢，最后一工接落来听，嘛会使交1000啊。你食一顿饭，过来听者，我听我的演讲1000块是未对的。我讲，你若日本人要听我演讲，无100万我不爱讲的。我讲实在呢，所以各位拢总重要的呢。日本人真真正正，我毋是臭蛋，日本人7个单位要来过来这第二摆啊，要来去上课。因为啥啦？含美国的啊，做迄个国防部，都因为咱的研究对咱配合。我敢讲啊，全世界这个战争方面，咱是正专家。咱台湾现主席要行的咯，我讲我一煞都袂烦恼，逐条路拢真正。讲好，有来讲哦，安尼吼，我将林志炫甲拍死，甲暗杀，有啊，逐期拢有朋友咧遐讲哦，你若讲拍是免啦，免烦恼，我直接公开甲你讲。我家里有2架电脑，
我电脑内底我拢写好势好势。洪将，迄、這个美国若入来，伊后壁安怎做白皮书我拢有。台湾后摆吼，若照迄个路直直行，我甲你讲，绝对是全世界上好的天堂啊！所以我刚甲你讲，你今日来这里受恩哦，你有价值啊，真正有价值。所以我嘛要要求各位讲吼，你若未晓看网络的，你爱甲你的囡仔讲，你替老爸替阿公拍这个网络房，真简单，台湾民政府啊，台湾民政府啊，台湾民政府拍的，内底足济文章的啦，尤其是岛边迄边的迄个军事的方面的消息，拢是美国国防部予咱的第一手的消息。甚至还未发表，咱来这就看有啊。你大家人拢生活在这种的环境内底，你阁不要来珍惜，各位太可惜了。你即马是全台湾1900万人内底，徛伫上界头前的这个400个内底，你爱珍惜啊！我是内心的话啦，啊，你免烦恼我，我未去甲你骗，我嘛无必要骗你，我有救过谁？我伫金门有救过谁？啊，我嘛认真去拍命，所以我到今日为止，我去演讲上，我唔敢讲提钱呢，因为我捌就抓，我要做义工啊。啊，好佳哉呢，我小弟真帮忙啦，我一个月有8万块，我的名挂伫公司，所以阮小弟嘛常常讲，哎、欸，大个你嘛来上一个班咧。我讲我来去上班，你会足忝的。啊，我若卖上班，你较好，因为我若去上班，我会管东管西啊。我卖上班，啊无安尼兄弟啊，较袂冤家。啊，所以讲哦，你做你的，啊，我来固定领钱就好。啊，我一个月8万块，请各位，我即摆无啊送你哦，我都爱要几啊个月，一顶500块呢，我俾500你7万5呢。我确实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我甲各位讲，真正无啊，你若好好付，咱民政府所送的物件，因的册，逐本拢足有水准的，你甲看卖啊。所有印刷物，因为咱是国家的形式啦。所以日本人看到咱的物件嘛，拢学落呢。吼、哦，印甲真好，阮所有物件拢同款。所以我要送你帽啊，我嘛是足精挑细选，拜托英国人甲咱设计，叫韩国甲咱制作。啊，真正你若去外口买，你买无啦，啊一定本钱才500块啦。啊，你唔相信，你去卖帽啊店，你讲，哎、欸，互你加高看卖，这真爱偌济。这顶帽啊真好看。那查甫地拢其实较少年，因为即马大家头拢较光啊，我嘛差不多啊。滴落去，迄光头拢看袂着，真好。啊、嗯、啊，查某嘛是安尼，即顶吼是日本人的歌单吼，遐少年的歌星吼、哦，开始在用即顶咧。我真想讲，这唔知变哪个旧咧？这智慧财产权叫我提起个款。啊，不管啦，啊是虽然迄是讲笑啦，但是我袂告伊讲。今日咱伫受训的到尾最后的尾声啊。在这个时间内底，我甲各位一届的恳求，从暑假开始，暑假呢为7月初1、初二、初三，这是咱的地教提出。但是呢，初8、初9、初10，这是大学生的第一提出夏令营。大学生唔免交5000块，咱干那改要求交3000。啊，这个3000块未甲各位同款，逐工都咧坐在咧上课。大学生爱活动，带去后边山，后边山呐整理好啊。很早很跳，哦，啊会给伊考虑，但是我若要甲讲这论述，真济大学生唔捌听过，甚至我捌甲12个博士生哦，听来者我讲哦，啊日本时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谁轰炸台湾？12个大学生有7个甲我讲，日本轰炸台湾。我讲实在呢，你讲有效哦，有效，但是讲哎、欸，啊不是8年抗战吗？8年抗战，我讲哦，什么啊？哦，你别讲你是船长啦，哦，好啦，啊，退场哦，咱这边过日本的时阵，团长啊，就是咱退场，伊吼、哦、真好啦，85岁啊，伊讲伊85都拼啊，伊是要做好大家做模范呢，伊逐期嘛来，逐期嘛交3000块。啊！伊虽然行路无方便哦，伊嘛同款呢，所以吼、哦，大家拍手啊，甲鼓励一下，这了不起啦！好啦，我超多啊，我时间这边差不多啊，过3分钟头啊，我甲你讲讲啊。所以我甲各位讲吼、哦，咱这个训练虽然是安尼结束来讲吼，但是我希望讲
后摆然后当你若想着讲你无充电了无够，你会当去倒转来听。啊，我有讲过，然后即张卡度你来转来遮的时阵吼，唔免钱，啊，要大拢唔免钱，但是遮爱钱，吼、哦，安尼好，安合理无？啊，大，啊，你若要洗身躯啊，迄个油粉爱钱，迄油粉是啥？哎、欸，你唔通笑呢，迄油粉是日本迄、那个养生药粉呢，啊，一包一包，你甲。把迄个厝主啊，迄个阿布兰哈尤先生提哦，啊你就去跟六楼甲七楼是咧泡温泉啊，啊但是有分开吼，查甫甲查某是分开的啦吼，还袂歹，啊我嘛是我有去泡啦吼、哦，泡了敢那皮肤敢那较油呢，我家己摸摸，哎奇怪呢，肉较油呢，啊这讲笑啦哈，啊这个是安尼啦吼，这个大学生的夏令营哈、哦，七月初八、初九、初十。啊，拢总大学生啊，有五个梯次，啊、哦，五个梯，每一个梯次100位。啊，所以我希望讲咱在座一定爱介绍一位大学生。你若无熟悉无要紧，你的朋友啥物人拢无要紧。所有我要求这边400个成员啊，一个人拢要负责介绍一个，因为咱爱传承啊。因为台湾要建设的好啊，一代无法度啦。咱做恁做这个也做头。下骹嘛要有人来对，所以这下骹这的人，爱希望各位大家爱拍拼。过去对台湾无信心的，我想你即马拢有信心。过去对台湾未相信的，你即马相信台湾。即种的才是正港叫相信台湾。台湾的论述伫这个所在已经生根了。你也看哦，真简单嘛。咱这个论述会参加的人是愈来愈多，但是独派甲发独立的遐人啊啦，愈来愈少。甚至买便当房车都无人，迄种唔对，甲讲到迄度，甲讲上届长来讲，人甲你讲台湾的地图的时阵你也甲问讲安怎解决，怎么样解决，有法度解决无？啊，那甲你讲哦，较合作的较团结，迄个卖甲听，你讲无够合作吗？无够团结吗？迄种不对啦，所以相信这条是正确的路，啊，大家做伙来行，非常感谢各位，多谢各位，谢谢，谢谢。今日，李总，今日，请坐。下面这个时间，咱请坐下来，请咱总理来跟咱讲这个闭幕词哈。来，好来，今日，李总，今日。小姐，啊，各位同心啦吼，各位咱的这学员，头先咱听这个秘书长林志升先生甲咱讲个这年啊精彩的秘，啊，我相信大家拢心理上拢真充满这个喜乐，会感觉讲祝福。啊，唔是安尼尔，我会记哩七十迄天啊，咱去嘉义有200个叫银华乐园的这200个会员吼，啊，听到我参何瑞贤参这个咱林秘书长讲，阮讲2点钟左右啦，我讲较短，我讲20分钟，啊，何瑞贤讲30分钟，啊，剩的时间拢互咱林秘书长讲安尼吼，啊，讲了尔。土生一个爸爸走来到我的边啊，甲讲哦，恁讲得足好呢，恁讲得足好呢，我80多岁啊呢，我一本时代就做老师呢，哦，啊一路行来，这个战后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来到台湾的时，一切骗人的代志我拢知呢，但是哦，叫我讲这我未晓讲呢。我明明知影历史，恁讲的拢是真诶历史呢。但要叫我讲互听，要共说服吼，我无法度讲啊。我是做老师，我未无在乎讲啊。所以恁讲遮是有够好呢。啊，然后一个太太讲，早恁就爱来讲啊呢。哦，即款福音早恁就爱讲啊呢。哦，感觉听足好诶啊。所以各位，我吼嘛感觉足幸运呢。我是来退休了吼，一心干咧想要做田尔。阿杜哦，无偌久退休都无15天来讲，
这秘书长讲叫人来找我问我讲，我对这个迄、那个因的论述感觉怎样？讲足好啊，我嘛唔捌，伊唔捌我咧。伊讲哎，迄、那个吼、哦，林志升想要甲你见面有方便无？我当然方便啦、啊。哦，见面哦，我讲大家做些朋友哦，啊那可以多谈就一直谈下去，啊那不可以多谈，啊就好啊，嘛是好朋友啊。我一日讲的时候，我大家一届见面，大家一届见面哦，我拢有长进，拢在进步。听了讲我足好呢、啊。哦，我讲哦，这台湾未来敢若行这条路，以外拢无路啊啦。各位，你想看卖？我对二十五岁就对李登辉啊呢，对伊到今年四十一冬啊呢，啊，现在对李登辉了，对十二年前开始对李秀莲呢，啊，搁当嘛偌久啊？啊，但这两个无无名啊，无法度无法度提出一个咱台湾的愿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方法在哪里都没有，都走错路了。李登辉，我的老师，即摆在讲证明自宪，哦，啊，然后李秀莲在讲啥？讲九六共识，啊，这都未行未通的路啊，哦，国际化也无规这款的规定，啊，然后国际惯例也无这个惯例，所以你要想，你要想看嘛，咱是家的国际化的尖端呢，所以讲到这条路，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认识。然后不是干安尼就好，有这人生了，回去讲给咱的厝边头尾听，讲给咱的亲戚五十听，鼓励较侪人、哦、不管是老伙啊、啊中年人，还是少年的，鼓励伊来参加咱这个演习会、演习班，会较了解，哦，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对台湾未来有一个完整的 picture， 有一个图像。哦，啊，然后咱共同来为咱台湾主地甲未来的建国来努力来拍拼，因为时间哦，哦，这晚啊，另外就是讲今仔日嘛要足热，所以我也歹讲，想者咱即要倒来结束，啊，多谢大家参与，大家努力，咱拢谨记在心啦，感谢大家互相帮忙，谢谢，谢谢。后来，咱民政府甲军政府机啊，剩两组尔吼。那有人爱紧举手哈。好来，哦，伫啊伫啊，因伫啊，哦伊遐伫。好。好，啊！伫这个空档，我先来报告下在这个注意的事项吼。来，咱要离开的时吼，甲房间的阿鲁米的迄个垫子吼收好啊，下在袋仔内底。啊，迄、那个毯啊啦吼、棉被吼，拢爱入无好啊，只有好势安尼吼。啊，甲房间的粪扫吼，甲分类吼，啊，下提在外口迄个电梯头顶遐有一挂回收桶吼。啊，等下结束的时候，咱甲这椅啊吼，拢合起来，变到这个桌仔顶悬吼，安尼方便这个清洁的人员来整理啦吼。好，啊有开车的学员吼，要转的时吼，然后空位加减到再一挂人去高铁站，啊袂了啊袂了，紧伊下慢请。好来。有啦，迄个吼，我有我的名片吼，内底我的手机号码吼，你若有需要，你当来头前，等下再摕啦，毋是即摆啦，等下啦，我放喺头前，互咱主动摕来嘿，哎，免钱啦吼。
伊也慢车，伊也慢车下哈。来啊，咱今仔日的这个结训典礼哈，到到这来，来大家请起立，立正，今日请坐，李成 ，OK。来，咱啊要去等高迄个高铁站吼，拢伫咱个大门口遐吼，有咱个工作人员会甲咱引带吼。啊，若要去南崁高速公路口要坐迄个通联个吼，原来拢去找即个工作人员登记一下吼。